好，李小杰，我们讲一下怎么去实现路由。其实路由里面，它这里面已经有一些事例了，比如说这个地方返回一个 EGS 的模板，就是返回一个页面。虽然说我们还没有讲啊，这个不要着急，马上就会讲。然后返回一个字符串，字符串这个形式，其实我觉得在日常开发工作中基本上不会用，所以说我们删掉啊。返回 JSON 这个倒是挺常见啊，就是我们的 Ajax 里面都会返回 JSON，对吧？然后这个 Users 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它有一个前缀，对吧？我们得有前缀才行，就是通过前缀之后，我们再去加一些其他的目录，对吧？这里面也是都是返回字符串，就是返回字符串，我觉得没什么必要，我们先留着吧，就。好，那我们再说一下我们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行为的形式啊，比如说我们写一个路由，比如说 router 点 get，我们有一个叫 profile，就是我们微博的个人主页，对吧？个人主页里面的那个，我们可以先试着访问一下，虽然说没有啊。我们应该写一个，比如说斜线 profile，然后再斜线，比如说张三，对吧？张三这个人的 profile，我们一般会这么写，对吧？profile 斜线张三，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张三还可能是李四，对吧？啊，还可能是其他的人，比如说就是张三吧。那我们怎么从后端获取这个张三？因为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才能做一些处理，对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就会用到一些动态参数，因为前面是 profile，这是固定的，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写一个，比如说叫做 username 的一个参数，然后这里面我们再去写 assign ctx next，然后我们把这个路由给完善起来。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拷贝过来吧，就是 this is profile page，我们先这么写啊。这个 username 它前面有一个冒号，就相当于是它是个动态的参数啊。这个动态参数呢就能对应到这个地方的张三或者是李四，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获取啊。就是 ctx 点 params，这个 params 呢就能获取这里面所有的动态参数，因为我们这个路由中不一定有一个，比如说还可能有两个或者三个，或者说其他更多的一个都可以啊。这两个呢我们等会再演示，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那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就把这个 username 给它加上就行了。好，也就是说我们定义了路由，这个路由有个动态参数，这个动态参数呢可以传任何值。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ctx 点 params 这种方式获取动态参数，然后我们把这个参数给它返回，保存一下。好，看看控制台，好，重启了，对吧？重启之后，我们去访问这个路由。好，大家看啊，大家看这个地方已经有了 username 是张三，对吧？啊，是张三，看不清楚也没关系啊，是张三。然后李四，我们再访问一下，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李四，对吧？OK，可能字有点小啊。但是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细节需要看，它就是李四啊。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演示的时候有一个加载更多的功能，就是列表中到底了，但是还有我们需要点这个加载更多，然后把下一页给它加载出来，对吧？比如说我们就叫 load more，然后加载更多呢，在个人主页里面我们需要知道加载谁的，对吧？比如说加载张三还加载李四，我们就需要一个动态参数来获取加载这个谁的信息。然后呢，加载更多，我们还需要知道第几页，对吧？比如说就叫 page index，我们加载到底是第二页还是第三页？好，然后我们再把路由给它删起来。啊，就写出来之后这一步很快。OK，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一行给它拷过来。username 是我们加载更多的里边的一个用户名，写错了啊。page index 呢，这是两个动态参数，对吧？一个，两个。这样的话，它就获取当前的是第几页，对吧？好，然后返回结果我们可以拷过来，省点事。This is load more API。OK，username 是谁？然后 page index 是谁？然后我们就写在这儿。那我们就用这个路由来去做个测试。好，保存一下。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用 load more，比如说张三第三页，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拷过来吧。好，是张三第三页，对吧？这个没有问题。好，然后我们再试一下李四第二页。好，我们拷过来，对吧？李四第二页，这也没有问题。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种动态参数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获取这里面 URL 里面的所有的动态参数。不管是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四个，当然那么多的情况一般不会出现啊。
OK， 那这是概率请求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存在参数。然后 POST 请求里面呢比较常见的是那个 POST 数据。记得我们在讲 APP.js 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两个地方，我们讲过啊，就是我们在 POST 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JSON 的数据，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转换，然后我们怎么去用起来哈。比如说我们模拟一个 user 里面，在这个 user.js 模拟一个 POST 模拟一个登录吧，对吧？因为登录它又不是 get 请求，没法用那个参数了。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用这个，它上面全是用这种 function 这种函数啊，但是我们通常写的时候我们一般会直接用这个异步函数 async ctx next。 好，写完之后呢，我们在登录的时候我们需要传入用户名和密码，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去获取用户名和密码，就是 username password。当然这两个变量是我们要提前和前端约定好的，就是前端传的时候也要这么传。然后它赋值成什么 ctx.request.body。 ctx.request.body 我们就可以获取这个 post 请求的一个它所有的一个数据，然后把它解构出来这两个变量。然后我们可以 ctx.body 赋值成然后 username password 这样。大家注意啊，这个地方 request 要注意，为什么要用 ctr.request.body？ 因为 ctr.body 已经被占了，对吧？它返回的时候需要这么用，它已经被占了，所以说我们没办法，只能是用 ctx.request.body 来去用。好，我们保存一下，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就直接测试就行了。测试的时候呢，需要用这个 postman 来测试。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拷过来吧，比较简单一点。好， post 请求，然后这个域名下面呢我们要加 users 前缀，对吧？我们说过啊， users 前缀放大一下，然后 login， 对吧？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加 body， 对吧？然后 body 呢我们可以选 row， 然后这个地方选这个 json。 好，我们用 json 的方式， username 等于谁，比如说等于张三。好，密码呢 password 等于比如说 ABC 吧， ABC123 吧。好，这个 username password 这两个要和后端的这个变量名给约定好，要不然取不到，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去点 send 之后呢，我们就发了一个 JSON， 就是发了一个 POST 的请求，然后数据格式呢是 JSON 格式，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给它发过去，这样后端一解析了这两个变量之后，其实应该是在执行一段这个登录验证的逻辑，对吧？但是我们这儿现在没有啊，我们再去详细的加。然后最终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两个变量给它返回过来，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成功啊。然后 send， 好，我们拉上来。 OK， 它返回的这个，对吧？那如果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一个，比如说叫现在加个 tag 吧， 100。 好，证明它是从 server 端返回过来的，对吧？我们保存一下。那我们再 send， 好，大家看 tag 是100，对吧？ OK，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postman 给关掉了，就没有用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 post 请求怎么去获取这个参数。其实这两步就是我们接下来使用最多频率最高的一个，就是路由配置以及这个参数获取的这种方式，就是 post 请求里面这么获取参数，然后 get 请求里面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参数啊。然后我们提供了路由给前端，然后前端访问路由能把参数传进来，然后我们后端拿到参数之后，我们做一些自己的处理，对吧？做一些后端的处理，然后做一些比如说查询啊、存储啊、验证啊这些处理，最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去把结果来去返回。其实这就是一个怎么开发 Web Server 的一个逻辑，对吧？整个的这个逻辑框架我们就已经出来了，只不过后面我们再怎么去把它的内容填充进去而已。 OK， 那这一节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框二部分介绍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呢，下一节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 EGS 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什么东西，以及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这里面没有展示出来的。